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国际卫视。我们体验长征、重走长征路的大部队今天呢来到了这里。今天呢，我们几个人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来自好莱坞的美国的明星白灵。大家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难过，因为从昨天开始说要到湘江了，我就好像眼前都是那种红的江水，就感觉到特别的谢谢这次有机会呢，我能到亲自到这个湘江战役是红军们牺牲最惨烈的一个地方来怀念、来尊敬、来给予尊重和热爱，让我们所有的观众呢在我们的电视机前呢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有这么多的英雄把生命献出去了。我呢自己呢真的是觉得从好莱坞大家可能看到的我不是那个真实的我，现在回来呢把我自己找回来，要大家跟大家分享呢这一片情怀、一种尊重和一种感受。谢谢大家。白灵的这种感动也让我很受感染。我们今天来的还有呢一些这个美国的大学生，让白灵介绍一下这几个朋友。好，今天他们都自己，我们的美国朋友都自己把自己的摄影机带来了，都很早就起来了，也都学习了。我觉得他们这种精神真的是我们中国这种红军精神感动的世界的人民。我刚才问了他们，他们都要把这种感受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朋友和国家去。How do you feel at this place in this Xiangjiang? So many people died. I feel very humbled, especially knowing the backstory of what all happened. 他说感到非常非常的尊敬和谦虚，尤其他知道了这个江上的故事，在这发生了这么惨烈的故事以后。How do you feel? This is just, I'm almost speechless. This great story of bravery and resilience that I wish people talked about more.他说希望大家更多的谈到这个他这么勇敢的这种精神，他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I feel really emotional seeing how emotional everybody is and people leaving stuff at the shrine. It's really powerful. 他觉得是很强很有力的，就是他们到这里这种新的感受真的是让我们也很感动。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长征系的节目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把中国这种精神呢都传递给大家。白灵刚才呢他去了一个地方，就是在现在我们所站这个位置呢下去有一个呢烈士的墓地。这个烈士的墓地呢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红军的师长的故事，大概呢触景生情。白灵他作为一个好演员呢，他一下子就调动了自己的过去的生活的积累，他一下子进入了难以抑制的这样一个情绪状态。我建议我们大家现在我实际上是一种感动就抑制不住的。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你看所有的美国朋友孙老师，我们这一天起得很早，就实际上非常非常的热，在这沿途你能想象红军当时没有吃没有穿那么辛苦追打着他们怎么样走过的这个长征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和震撼。我们所有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你刚才拜谒这个红军师长的墓地的时候，你说说你的感受，大概怎么一个情况？我不能想象一个29岁，他才29岁的年轻人就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了。29岁，我们现在29岁，在观众在我们电视机前的人在干嘛？每天打手机吗？我是想说这种精神，我们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可以给予，可以去做。这就是我们的这位师长，年轻的29岁的师长给我们震撼和感动。这个师长啊，他叫陈树湘，29岁当师长，但是他已经不是当一个师的师长，而是当若干个师的师长。他当年在
北伐的时候是也挺着部下，是吧？是是。后来呢，参加南昌起义，还有秋盛起义、秋盛江山，对，第五次围剿，他全在里面，全是他的领头，因为他是后卫部队嘛，是最危险的。嗯。所以呢，这个人是一个虽然年轻，但是呢，从井冈山，然后呢到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秋收暴动，前五次反正全部都参加。对。所以呢，他成长为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的指挥员，而且当时英勇献身，而且当时国民党都知道他是有很多的敌人，所以大家都盯着他追着他。嗯。可是他呢，特别的沉着，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智慧。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想呢，去到陈世江师长的墓前去给他献花。我们大家一起去好吧。So we're gonna bring the flower, pay respect, and light the scent. Okay.湘江两岸的人，这沱江两岸的人，当地的老百姓，以这个道州为代表的周围几个县的老百姓，说到陈树湘烈士，没有不翘大拇指的，也有人就像白灵姑娘一样感动得热泪滂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这样感人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陈树湘啊，他这个历史啊有一点传奇。陈树湘是在当年毛主席啊、杨开慧啊，1921年回到呢韶山做革命活动的时候，那当地种菜的一个小孩挑菜，挑着菜篮子，听呢这个何叔衡、听毛泽东、听杨开慧讲革命道理，这个小孩叫陈树湘，就心里边埋下了追求平等的、正义的这样的种子。后来湘江战役打得相当惨烈。陈树湘他们这个队伍浴血奋战4天5夜，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但他们自己已经过不了湘江了。不但如此，而且陈树湘呢，他被人啊，被这个保安团的武装把肠子打断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用皮带扎起来，然后呢就扎着这个肚子，用极其顽强的毅力又辗转打了多少天，后来终于寡不敌众被抓到。陈树湘决心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他在趁敌人不备的时候，他重伤号抬着他走，所以手没捆着，他把一只手伸到肚子里边去，把肠子拉出来绞断，陈树湘烈士就这样牺牲了。敌人一看，把活的陈树湘拉过去这件事儿不成，然后他们残忍地把陈树湘的脑袋割下来，然后在长沙街头挂着。革命是要断头的，革命是要断肠的，但人民会永远记住它。就在陈树湘烈士墓的旁边，我们有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他们今天就在现场，让我们来跟他们了解一些情况。您怎么看这个陈树湘烈士？你们心里面怎么想？他是一个英雄。嗯。我们都美红过年过节都过来祭拜他。你们家也是这样的？我们也过来，我们离他志陵很近吧。我看你们家离他的殉职的距离也不到100米啊，几十米。 是几十米，我们就每到什么的时候都过来，逢年过节都过来，初一十五了哈、都过来祭拜他，给他烧香。谢谢你们替全国的那些热爱陈树湘烈士的那些老百姓年年呢来为他的墓地祭扫。好的，谢谢你们。我现在问问我的外国的友人们，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知道一些什么？
Larry, so, 你看他那么热的，出着大汗，你how do you feel at this moment when you heard the story of this young soldier general died? Based on the severity of what he did in order to keep his, it says that it was necessary. He saw it as necessary and he did what he had to do. This man is such a hero.To the revolution, to the long march, and I am very glad you all honor him. 他说，这个年轻的战士是一位英雄，是一位杰出的战士。他说他非常高兴我们能够给他尊重，给他这种荣誉。Hearing the story of how young he was and taking his own life showed just how dedicated he was to the people and to the revolution. It's really inspiring.他说他这么年轻吧，就把他的生命贡献出去，为了革命。这种精神就是他真的是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鼓励，非常非常的。我能感觉到，刚才我们坐在这里，他们都在沉浸着自己的思念中。那么我想问一下啊、，Do you have a hero like this in U.S.? We have a few.、我问他在美国有没有这样的英雄。Of course, George Washington's always one that comes to mind, but there are always lesser unsung heroes of wars and revolutions that. 他说华盛顿。That we don't normally get to honor like this. 他说我们没有有这个机会来这样的敬仰他们，像我这次走长征路一样的到这里来亲身来敬仰这样的英雄。Do you know anybody did anything like this so extraordinary? Martin Luther King, Malcolm X, not many people though. 我问他有没有在美国这样的英雄做过像，陈树湘这样的举动，他说马丁路斯丁。Martin Luther King， 他说别的他还不知道，所以就是我们在那么炎热的地方吧，希望大家能感到我们这种尊敬的情怀。那么我们尤其带了这帮外国人嘛，走我们的长征路，一路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一段呢，对我来说呢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自己当过兵，我在西藏当过兵，所以我觉得这种惊人的给予精神和他这种奉献精神，和这种就是把自己的最后一滴血都献出这种精神，是中国的。红军里面和中国人民民族这种精神的一种延伸，其实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所以今天的祖国强大呢，也是因为这种精神。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走长征路的原因。So, did this hero and remind you of how right the decision you made to walk this journey? And how strong a belief, yes. Yeah. Do you know him before? I didn't know him at all before this morning.哇、wow, yeah. 我问他这种就是陈树湘的这种精神有没有让他感觉到他这次到这儿来真的是很对的决定，他说是，他在今天早上之前他不知道这个故事，也不知道这个人，所以对他来说他真的是很吃惊，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Have you know this, this kind of story and the hero before you come here or what you're expecting before? I mean not so much someone who took their own life for such a revolution, but I mean a lot of USLike their lives are cut short too early, too young. But you know, taking your own life is something so much more. 他说他没有人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都献出去为国家对这种壮举。那么别人可以杀害他，但是把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生命献出去呢？他说比壮烈牺牲还要更珍贵，还要更让人尊敬。So I want to ask you how do you think of?Giving your own life, would you do that? 我问他，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会不会这样做 ？Depending on the cause and a similar cause like this, you would. I would. 哇，他说，如果有同样的情况，像红军这种情况，他也会这样做。那么我来问问 Larry. Larry, would you do it in such a situation, such circumstances? Would you give your life away to serve your country or your army? Definitely. Why? Because they are who I represent and.Those are my brothers and my sisters and my family, and I'm willing to die for them. 他说他会的，因为呢，这是他的兄弟，他的家庭，所以他为了他的家人，为了兄弟姐妹呢，他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So you're a girl,、mm-hmm. and there are a lot of. 我跟他说，就有很多的红军的女战士在这里壮烈牺牲的。我们一路走来，还有很多的故事。I'm talking about this a lot of female leaders and giving their life for it.、Mm-hmm. Would you do it in such circumstances?Yes, I would hope that I would, yeah, definitely, definitely. You would not have fear? I would definitely be afraid, but this is such a cause worth fighting for, the lives of your children, the lives of, you know, the people that you love, getting what you need, you know?
他说他会的，因为这是为你生存的，为你的生命，为你的孩子的生命，为所有的你兄弟姐妹的生命去做的事情，所以他说他会的。所以我觉得我很感动，我们所有的其实每个人吧，心里都有这份奇迹，都有这份勇敢的精神。当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想大家呢，只要是想的不是自己呢，都会去做这种奉献，给予这种奉献，把自己的生命献掉。那么对于白灵来说了，我肯定是这样会这样做的。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冒着严寒呢，工作都不干了，也是为了体验这份情感。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成功呢，是他精神的，他的这种心理的那种正能量和那种美好的成功。所以这次的长征行呢，那种精神非常非常的美好。希望所有在观众前的看到我们节目的，跟着我每天直播的观众呢，都能感到我们这种真诚的情怀。我们真的是一种传递和给予的情怀。希望大家能感到我们的真诚。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I'm glad you all took us here. 他说他很高兴，我把他所有的他们都带到这个地方来。Larry, I want to ask you, is how do you handle the heat? 我问他这么热，他怎么能够承受得了这种热 ？How do you feel? Hot. 他说很热。昨天我看他吃那个我们的粉蒸肉，那个叫什么？那个很有名，他吃了好多。我觉得在这里很对不起我们的朋友，以后要来参加长征行要自己带点东西，因为我们沿途他们有些不吃酱油，有些不吃米，有些不吃面，有些就是他们的口味跟中国不一样。我们把红金路呢搬到今天，让我们所有的外国朋友和我们一起参加呢，来体验中国的那种最朴实、最传统、最亲近的那种感情。So how do you handle the heat? Lots of water and getting an air conditioning when you can. 他说很多的喝很多的水，还有就是有空调的房子有他就钻进去。So you afraid of the heat? It's a lot, but I have a fan. I bought a fan and water and yeah, air conditioning. How do you like the food? You're okay? Yeah, I'm having a good time adjusting to the food. 他说他带了很多有扇子，还自己带了很多水，所以呢，他们这样对中国的这种。季节啊，或者吃的东西呢，还是能够适应的。所以今天呢，到这儿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的这一段呢，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么我呢，特别的，真的是陈树湘呢，在我的脑子里永远刻下了。我现在有他这种形象，然后他是一位英雄，一位年轻的英雄。我们一起呢，给他致敬。Let's salute to 陈树湘。古今中外啊，有一个东西都是一样，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关于我，关于别人，也就是说和他人的合作模式问题，是检验一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英雄还是个庸人的最重要的指标。什么叫好人？心里想着别人，为别人做好人，只想自己就是坏人。那一个人如果能够为别人，为天下苍生，为百姓，为国家，为民族不惜捐躯，那当然在任何文化当中，那这都是大英雄。所以陈书香烈士，他年轻的生命捐献给了他的理想事业，捐献给了苏区的老百姓，苏维埃的事业。所以他作为大英雄，今天让我们从美国来的孩子们感激涕零。所以就是刚才那个司马南老师说的，其实呢，我们的每个朋友都没有距离，而且他们说呢，在他们的生活中呢，在他们遇到的还没有这样人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祖国把生命这样自己去给予。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event? Do you think American, if they watch it, they'll like it? I think they'll like it and they'll want to. Well, it's a great story about a man who is very brave and was resilient against enemy aggression. You think the young people will like it? Young people will like it. It's a great story that's never been really told.我跟他说，我说那么这个在美国的年轻人里面，我们这次长征行他们觉得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对感兴趣，有什么意义？他说当然会，因为在美国观众不了解这个，而且他们对这个特别好奇，所以这个活动呢，他们年轻人会感兴趣。我问他们，像他们自己参加这万里长征的活动，其他的年轻人会不会觉得他们也挺英雄的？他们什么挺英雄？他们是不是也挺英雄的？How do you think the other people see you walk the long march? Will they think you're a hero too?I'm a hero, but I hope that I can, when I go back, I can give the information to people that I know, young people, and I think that they'll just be eager to learn as much as they can, as just as I am. 他不觉得他自己是英雄，可是他一定会把这种精神呢传递给他的年轻的朋友们呢，让他们自己来学习，自己来重走这个过程。How do you feel that people look at you? You feel like you're a hero? I am not a hero. I am only a first-hand witness.
啊，他说他不是英雄，但是他是第一手看到的中国的我们这一次重走长征路的现场，每一站他都参加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已经英雄了，他们自己感觉很骄傲。你看站在那儿都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今天是中美旅游年，也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这个活动越走越觉得有内容。感谢您守候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我们的重走长征路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再见，再见。I'm Aviel, and so I feel like I've learned so much today. I didn't even know about this epic tale of someone like sacrificing their life for the people. I just feel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to be able to have paid my respects and lit a scent and be here for the flowers being laid. I just feel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this tale is so epic, and I can't wait to share as much as I've learned when I get back to the U.S.